大家好，来三张挖两颗 IS 老桩，两个 IS 老桩都是碳化过的，这个桩头很大的，这个很矮的，像这个4公分吧，它明年就可以结果了。现在跟它挖两颗过去，在下面这个中盘的有20公分是吧？20多公分的。这个I8已经挖起来了，看这么大，应该有70-80年吧，还不错吧。这下面的根呢很粗啊，这个上面的这一坨坨也挺好看的，碳化过的，资源丰富的。这个要是再活到明天就可以结果了。这个像一条什么东西，什么动物一样的，这个心脏，像这么大的桩啊，很少见的哈。好，现在还有一颗，也跟它挖起来，这个暂时放这里。这一颗也大，跟那个一样大的，也是碳化的。这个就不拍了，天气太晚了，挖完这一颗就回去了。这个也是明年可以结果的。这一颗感觉更好看，这个下面的坨坨，这个也是几十年的桩老桩，看一下。